掌门人。人都到齐了吗？回禀师父，除了衡山令狐冲没有带人来，其他人都到了。啊，放心吧，令狐冲会来的。行了，都上思过崖给我候着，我马上就到。是。师妹，你见到冲儿了？见到了。这个冲儿啊，就想上山来看你。他现在最后悔的，就是救了任我行，想回来，想重归华山派。我跟他说，现在这五岳都已经合并了。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。这孩子，他就一定想要和我一块儿回来。干嘛要这样看着我？不信任我？好了，师妹。大家都在思过崖上等着呢，有什么话等冲儿回来再说好吗？到哪儿了？前面就是华山山门了。华山山门，林公子，咱们还是不要上山了。岳不群心狠手辣，他绝不会放过咱们的。你是怕我死了没人给你辟邪剑谱了吧？哎呀，哪里，我是替你考虑的。哼，我不要紧，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杀了岳不群。这边，来，哎呦，来，魔女，今天是五岳派第一次大聚会，我岳不群就拿你开山祭祖了。岳不群，冲哥会为我报仇的。哼，报仇？好，我等着他，他不从我也得死。师妹，你还在骗我？你说冲儿急着要回来，大敌当前，他怎么能是那种人呢？哼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嗯，令狐冲他背叛了武林，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。你胡说，冲哥他没有。哼，有着魔女在我手里，
怎么会不从我？你害冲儿还不够吗？是他在害我。哼，想想看吧，他如果真的帮了魔教，我们五岳派在武林当中还有立足之地吗？嗯，你把他们带上思过崖，就是为了对付魔教。不错。哼，你还想对付谁？是少林的方正大师，还是武当的冲虚道长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辟邪剑谱现在已经是我岳家的，我为此隐忍了20年，20年呐。所以武林就该是我的，我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。站住！去哪儿啊？去给令狐冲报个信儿。我要离开这个地方。各位，当日嵩山联盟，小女在各位面前所展示的各派武功招数尽数记在洞中。岳某不才执掌五岳派，总想为光大本派尽些微薄之力，因此将各位请来观摩，希望各位的武功有所进展，大家共同对付魔教。多谢岳掌门。谢是不必了，各位请随我进洞观看。师父，见到令狐冲了吗？没有。他会来的，一定会来的，要注意观察。去吧。是。你不是泰山派的，想偷看吗？你嵩山派想偷看泰山派的剑道，是何居心？就是啊，为什么不许？嵩山派，闭嘴！什么泰山派、嵩山派？你们都是五岳派。我让你们到这儿来，不是让你们争什么你的、我的、谁的。你们知道这里的这些剑招是怎么来的吗？那是当年魔教十长老在此夺宝时留下的，那换句话说就是你们的前辈用命换来的，知道吗？你们现在应该记着什么呀？应该记着报仇，去找魔教报仇，知道吗？如果你们现在不认真的学，将来会被魔教剁成肉酱。这个人你们都认识，他就是魔教教主任我行的女儿。我把他抓来，就是要用他来祭奠五岳派的前辈，用它来明示。
师娘，师娘，师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快救这小姐。这个魔女我就交给你们了，谁要是愿意跟着我呢，就赐她一剑。怎么，你们不敢？如果你们谁敢不刺他，谁就不是五岳派的人。不是五岳派的人，他就是五岳派的敌人。岳不群，你又想用借刀杀人的招吗？你们这些人真傻，跑到这儿来送死。你也不聪明。岳不群，我是不聪明，才把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当成了救命恩人。林平之，我把女儿给了你，你却杀了她。岳灵山是我杀的，你来杀我吧。你活不了，你们两个都活不了。岳不群，你也太狠毒了，你抢走了人家的剑谱，你还这样，你还有良心吗？老德诺，从你进华山派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你是谁派来的。说来也得感谢你呀，如果不是你通风报信儿的话，那左冷禅也不会死得那么快。岳不群，我，你不用怕。他练了辟邪剑法，我也练了，你还差得远着呢。老德诺，你带我上华山来，我也不会亏待你。你不是想学辟邪剑法吗？过来，我告诉你。你们都听见也没关系。林平之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不是要和任我行一决高低吗？如果你手下的人都学会了辟邪剑法，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是你的对手啊？好，让我来告诉你们，这辟邪剑法的第一句呀，就是欲练此功，必先自宫。岳不群，你这位五岳派的大掌门自宫了没有啊？哎，师娘，你脱下裤子来给大家看一看。师娘，咱们走。我不学了，我不学了。月不去，你来呀，岳不群。
了辟邪剑法，就是不杀我女儿，我也要杀了你。哎，莹莹。哎莹莹，都看见了，这就是不知好歹的下场。站住！哪里去？你想怎么样？杀了魔女，不然我就得杀了你。我又不是天下第一，你杀了我又有什么用？哼，谁不从我，我就杀谁。岳不群，你不是人。冲儿，他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，他是嗜血的鬼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是你的师娘。任小姐，冲儿是个好孩子，你要好好待他。嗯，冲儿，我有句话要告诉你，你过来。师娘，你答应我一定要带我离开华山，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他。师娘。岳夫人。啊，师娘。岳夫人。师娘。岳夫人。师娘，答应我。我答应你，师娘。岳夫人，师娘。令狐冲，拿命来！你想杀我，你杀得了吗？你们知道师娘刚才跟我说了什么吗？她说她再也不想见到这个自宫的伪君子。怎么回事？依林，怡清，怡和，你们都在哪儿啊？怡林，哎呀，怡清，怡林，师妹，怎么回事？谁干的？师。
是不是我爹来过了？不，不是任教主，是岳不群，他把师姐妹们都抓走了。去哪儿了？黑木崖，岳不群带人去攻打黑木崖了。启禀向佐使，岳不群带人朝黑木崖来了。岳不群是教主，你不要怪他们，是我不让他们禀告教主的。嗯，为什么？教主，当前神教最大的敌人不是令狐冲，而是岳不群。他把华山思过崖石洞中当年神教十大长老留下的武功昭示于人，已经网罗了很多人。再说岳不群所练辟邪剑谱就是葵花宝典呐。就是东方不败我也不怕。来人啊，传我的命令，把岳不群给我抓来，我要看着他跪在我的面前向我求饶。您不用抓了，他已经来了。教主，启禀教主，岳不群已经带人包围了黑木崖，正在攻打。众位，我日月神教一统江湖的时机就要来了。日月神教千秋万载，圣教主一统江湖。把岳不群给我放下来，我要亲手宰了他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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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任教主，少林寺一别，你还是那么英勇善战呢。岳不群，你变化倒是很大呀。是啊，在少林寺的时候，你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站在你面前的会是我岳某。你站在我面前又能怎么样？不要以为你练过辟邪剑谱就可以称霸于世。哼，这是黑木崖，不是嵩山。可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不一样，老子是天下第一，死的是你。死的是我。恐怕要等到比过之后才知道。怎么样，任大教主有胆量吗？那就来吧。哎，七星大法，
谁是天下第一？是我。好心情。
义，必自毙。你好自为之吧。去死！小心，掌门。是天下第一，救掌门！啊！啊！行星大法！小师傅，今天吴子安有什么喜事吗？衡山派新掌门今天立香火。哦，那么新掌门是谁呀？夷陵师姐。哦。师姐，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去迎接客人吧。嗯，走。夷陵小师傅，小师傅，老师，这边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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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上门呗，对呀，大慈大悲的菩萨，救苦救难的菩萨，求你保佑胡大哥和任大小姐一生平安。法器为衡山派创派之祖小峰师太所传，一直由本派掌门人接管。
新任掌门人夷林请收领。衡山派五大戒律：一戒犯上忤逆，二戒同门相残，三戒滥杀无辜，四戒持慎不正，五戒结交奸邪。令狐冲有独孤九剑，又有西行大法，更有少林寺的易筋经。大师，你就不怕他这天下第一吗？心魔即魔，心佛即佛。令狐冲心里的天下第一，老衲是最清楚的。哦，正夜不能
Turn.